挺意外，然后他送过来吧，我们就以为就是送错了，人家那个外卖小哥就说，哎，那个就是你们的，你看看地址，你看上面这字儿，有个备注，就是我是刚刚晕倒在你们站内的女孩，谢谢你们，感恩帮助，谢谢你们的椰子糖，很好吃。感恩遇见，当面感谢，说个谢谢就完事了。然后这个就是这以这种方式的，这是第一次。乘客什么也没有给我们讲，直接就是把外卖寄到了我们这个站台上面。也借此机会吧，我们也非常谢谢这位乘客给我们做的这一。